仲有十四日揭幕。身邊的林林 BB 啦，咦，林林 BB， 我想問咧，你平時打籃球咧，一個禮拜打幾多日㗎？一個禮拜應該最少都有兩日嘅。好好動嘅林林 BB 啊！咁你覺得自己最耍家係邊方面咧？梗係射三分啦，唔使講。哇，正啊！咁如果落到場咧，你係同男仔練多定係女仔練波多咧？其實男仔多嘅，而家就以前就女仔多啦，因為有隊越組啦，咁所以就同女仔打。咁而家咧，我嗰隊波係有男有女嘅，所以報啲杯賽都係同男女子打咯，咁多數都係男仔。哦，咁你作為一個女仔啦，你覺得咧女仔咧同男仔打波有啲乜嘢方面係比較優勢或者？我覺得女仔就比較定啲咯，即係好似譬如我瞄籃啦，咁啲男仔就多數就飛咗埋嚟嘅，但女仔就唔會嘅，穩陣啲嘅女仔就唔飛住，因為你一飛起就好容易俾人逼過咗嚟。哦，咁我睇定啲先至去射啦。係啦，咁應該準啲喎。誒，咁啊啱啦，咁你射三分波就叻啊，唔知咧的波咧你又點咧 ？OK 嘅，我都有玩過嘅。誒，想睇睇啦。各位觀眾看住啦，我哋要交換波啦！一、二，得我咁難嘅？一、二，我唔可以原地的噶喎，原來。試下用腳先，呢個場試下用腳先。一、二，我有兩下嘅，有兩下嘅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哇！作為一個籃球嘅初學者，究竟第一步應該學啲咩咧？好似櫻木花道咁，練好個球感先啦。好，嚟林林 B B 教我三分鐘。好，櫻木花道呢邊。咦，唔係應該學平民上籃先咩？世界盃仲有十四日揭幕。